加哪有？是啦，克里特岛一种神话中的树啊，做成有机的欧里奥，伊的物质的精神，消除阿肥的大肚，予咱健康快乐。啊，我去希腊那段日子哈，刚好遇到我们台湾的石油发生很多问题了，所以这个橄榄油，也就是说产生在克里特岛。我们知道西欧洲那边很多的橄榄油就是来自于克里特岛，所以我们为了去看这个克里特岛的这个橄榄油呢，我们就找了一个专门卖油的哈，他欧里姐姐，她专门在台湾卖油啊，所以她是嫁给希腊人嘛，那我们就跟她一起到她的希腊的这个伯家啊，去看她的工厂啊，看她制作橄榄油。那么橄榄油，这个橄榄油是希腊的一种很重要的农产品啊，它其实在克里特岛里面几乎都是占橄榄油哈。我们很多离岛里面，比如圣托里岛，它是旅游的，但是克里特岛是产业的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产业里面知道说橄榄油可以医治忧郁的精神病啊，然后呢，它可以消脂。所以像我这个肚子大大的哦，喝橄榄油把肚子消去啊，所以我的健康快乐。其实石油这种东西，我们希望说能够有比较干净的，不要吃那个地沟油、回锅油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多注意食品的这个安全。就是在看橄榄油的时候，我们想到台湾这种油品的处境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台湾人自己做油也自己要检讨一下，我们的油是不是对大众有健康有没有影响。橄榄油，希腊克里特岛一种神话中的树啊，做成有机的欧里油，伊的物质的精神，消除阿肥的大肚，予咱健康快乐。